是陈一，今天呢又来跟你们分享我几块钱的快乐了。前段时间也跟你们分享过，说今年真的是复古的回场，那种妈妈用的鲨鱼夹，还有我们用的那种大长圈、蝴蝶结什么的，今年又通通流行回来了。那你知道现在 ins 上最流行的发饰是什么吗？讲讲，就是他们复古发簪。今年秋冬真的超级流行，而且它配毛衣和大衣也太好看了吧。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几块钱买到的绝美发饰。像这种金属扣扣的，你们应该都有刷到吧，最近真的感觉它好火。其实这个用来扎公主头啊，或者是一个滴丸子给它绑上去，就会非常精致，就可以这样子绑一个公主头，然后这边稍微给它拉出来一点点，放给这个穿过去，这样背面看着超精致超好看。那像是这种呢，绑低丸子头的时候扎也很好看，因为我发量比较多，所以直接用这个盘的话有点难，所以绑个低丸子头来扎它，就是这样子简单的给它绕一圈，然后把多余的头发给它塞进去，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低丸子头的绑法，然后可以稍微拉一点点绷度，然后可以在它这个扣扣的地方这样子调一点，然后把它勾过去，这样子就完成啦。刚刚那个发簪可能头发多一点就要用橡皮筋绑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你头发多一点的话，它也可以给它盘好，这个可以整个给它盘起来，你就整个先把你的头发这样子绕起来，拉松一下就可以了。而且这个你也可以就是卡两个不同的，一个如果你觉得不够牢固，你也可以多是比较简约的那种感觉。像这种亚克力的颜色很多，你就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，然后去选不同的颜色，也可以几个颜色一起就搭在头上，两个三个都可以。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多，所以还是用橡皮筋先给它绑一下。然后就可以插你喜欢的颜色进去，就比较简单一点，可以跟衣服去搭一个颜色。然后这个就最像筷子的这种亚克力的簪子，这种真的是你头发就算再长的话，也可以不用橡皮筋给它盘起来，非常适合放在包包里，然后吃火锅的时候给它让卷起来，而且这个固定头发不会有那种扎头发的痕迹，就很适合你吃完火锅之后还想要披下来的那种女生。这个卷起来比较容易，你就像这样子给它先卷好，然后这个簪子像这样子过来，反过来这样插进去就已经很紧了，也可以插两个好看一点，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紧，也可以这样直接盘个丸子给它这样插进去，它也会非常牢固，会更加这种会更复古的感觉一点，很轻，很适合放在包包里。几种簪子的不同用法，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赶紧去 get 同款吧，几块钱的快乐你也值得拥有。那今天的视频分享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记得给我三连哦，拜拜。